哟呼，大家好，我是天使幽灵。今天要看这个画面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就是已经事隔一个月的 Story 卡抽抽了。对，我在那一部影片之后，虽然有再继续稍微玩一下下，就是可是充其量也就是只有做每日任务的部分，然后剧情啊那些就没有特别去钻研，然后之后就慢慢变成只有来就是拿线上礼物啊，然后去公会捐个钱，就这样下线了。那我现在的手机是已经用了大概三四年了吧，那它的容量也很不太够，随着这种像这种 Story 卡这种大型的游戏来说，现在它就在我的手机里面占了 1.5GB， 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我的手机现在变成就是只有办法容纳这一个游戏，我没有办法看漫画了，我没有办法透过看漫画这个行为来抑制我的每天坐公车去上学的时候的晕车的状况了，所以，然后除此之外，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它好像因为手机没有位置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执行，所以我就是讲了这么多，就是打算把我现在的2000多个宝石这些有的这些全部抽光光，然后看可以抽到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次的活动，对，有点。Story 卡，我不是说因为不喜欢它所以不玩，只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兼顾，对啊，我觉得里面的兽人很棒，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没有继续玩了，可能不知道好啦，总之就是这样子。现在好像比较尝试在玩电脑游戏吧，真是不好意思了，雷亚，对不起。好啦，总之这一次也是看准了这一个暗月跟 Nigel Special 的这一个活动，然后来特别抽的这个羁绊复魂。好，所以我们就来把我们的宝石跟这些卡片全部抽光光，那我们就。对，你们现在如果觉得画面就是背景音乐听起来有点卡卡的话，就是因为，我的手机快撑不住了，真是抱歉，雷亚，我对不起你。一个保底的二阶。我想要有新的角色，有没有可以让我眼前为之一亮的新角色呢？这个新的，这个也新的实验体，好。我按按才发现右上角有一个快闪，总之这一次获得两个新的，好，这是奖励我很久没有回来玩的吗？一样是一个二阶宝地，那我们就快转。黄色是三阶对吧？截图，这是我的封面了。三阶的呢，大家看看。哇，好帅哟！天哪！怎么？卡奴拉因为复魂？他有两阶的。哇！我想暗夜过来，有了一个三阶的，开心开心，怎么办？那我是不是要继续留这个游戏？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玩了？又有一个三阶的，我
我想要看，我想要亲自看到三阶的那个是什么？我要看他噔噔的那个样子。快点，快点！50，哎，好多哟！又是他呢，你看，又是奈久哎，而且这是三阶的哎，所以有50颗，那50颗可以干嘛？是可以，你看，有新的，又有新的呢，是聊，是那个，是回血的那一个，还是那个心机的那一个？好像是回血的那一个，呜呼呼呼呼呼！再来，再来，再来！按月，按月，按月。这次好像没有黄色的。流，又抽到流了，又返回5个，所以流一遍2阶了。哦，有没有那种玩对对碰的感觉？我就玩了呢。啊，没了。全部用光光了。好，所以这一次总计57抽，没有，后来还有2抽那个透晶石抽的，所以是59抽，多了1、2、3、4个新角色。然后这个还抽到2次，我们来看一下多的那50颗。可以干什么？好帅哦，暴风豪杰！哦，他没有办法降，是不是？他没有其他 skin 选一选，他就是一抽就是抽杀三阶的。哇，我看一下评论，看一下，抱歉，单抽到了，再来按，抽到了，刷一波6666，什么？普及人形化大牛角面包。我要按月啦，大家都好可爱哦。然后，他的介绍会不一样吗？我看一下 ，Nigel 来自太阳王国贫民窟的亚人青年 ，Nigel 性格谨慎，积极，抱歉，乐于照顾他人，想要帮助亚人摆脱目前的困境，有时却因为过于强势冲动。只有与他亲近的人才知道他内心也有个不为人知脆弱的一面。在权出现之后，由于权和暗月的意见相左， Nigel 常常被夹在中间，与暗月的关系开始紧绷。经历一番磨难， Nigel 找到自己的生存意义和目标，个性逐渐成熟稳重，成长为深受大家信赖的领导者哦，所以这边是已经成长了。他之后，因为如果看一般的普通的 Nigel 的话，他的介绍是讲说，他以前好像就是不敢透露出他是亚人，所以他都会带着那个披风这样子。那等到就是把他练到三阶之后，他就会把他的羊角露出来，就是说他其实是就是洋人这样子。就是他其实是羊妹妹，
对，就是我们看一下，一魂是次级斩，一决胜负，攻击敌方守卫与末位56。哦，因为我还没有升，所以攻击比较低。守卫和末位啊，好厉害哦。然后什么一决胜负，二魂是叫猩红双刃，一决胜负，攻击敌方血量最高与最低的。哦，好强哦！所以他一魂和二魂都是攻击两个人就对了。然后四魂是血色昙花，一决胜负，破甲敌方护盾最高和最低的。哇哦，那这个是什么？反骨被动技，击杀目标后获得三回合的领袖，领袖是指每层领袖会让同伴技能效果增加 30%。 哇哦，然后他的参谋技是直热风范，乃就助阵我方的角色击杀目标后获得三回合领袖。哦，好强哦，傻斯哥。那我们来看一下共鸣这一边是哦，所以我还可以再升上去，就是再帮他加那个血跟攻击力，是不是？因为这边还有50，我说我可以再升5次，可是我没有这个三阶的这个三根蜡烛。那我们先祝福好了，全部祝给你。我们升到45，然后升到45，他的攻击力变1225，然后血是3680，好强的感觉哦。哦，又可以再抽了耶！而且这边刚好又可以再抽一抽，这样拿三个之后，还有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变60抽，是整数耶，太棒了！那我们抽，我一样抽这个，看可不可以在最后一抽的时候把暗月带回家呢？如果带回家的话，也如果暗月来的话，也不是不能考虑去玩这款游戏啦。我会，例如说，可能把漫画删掉好了。好，看来不是我的漫画继续留着喽。呼，吓死我了。我以为我真的要，我以为我还怕说，万一他真的来了，我就要把漫画删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宝箱，什么？选择一个援军，哇，好帅啊！这个姿势，我看一下，他是黑色位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来看一下一魂，我如果好看这个，哇，好强！哇，好强，好强哦，好帅哦！欢迎第二个，这一个不行。我的海王心大，哦，你们看超那个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手机我只能把游戏删掉了，我没有办法再那个了。阿娇，我们来见识一下四魂。哦，是我很高哎，有点舍不得用，想要留到第二个再用。啊，居然没死！哇，好帅哟！哎，等一下，为什么屁股塌起了？是敌人的技能是不是？还是那个是 Nigel 的啊？是领袖吗？这个是什么？哦，是那个刚宝箱的东西。我要先把这个杀掉，因为这个很麻烦。
可是有两个没有护盾哎，我们试下看会怎样比较好。哇！好帅哦！救命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二技，二魂，最高跟最低，好。哦，拍谁？哎，好强哦，而且好帅哦，救命啊！怎么办？奈久也太帅了吧！我这样怎么面对我的小恐龙王子啊？好啦，那么，哦，真的超帅的。好啦，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Story 卡的抽抽了，60抽。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就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喜欢的话也可以按赞订阅，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